安排的特别来宾啊，那么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好哦。对，每次我们有到非常的用心。对啊，每次我们到外面有去演出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很照顾我们啊，那一路上也很支持我们，那希望可以支持到底，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支持我们。OK。好，接下来。我大概有两三个月，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了，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忘记了。所以这次来呢，我们就带了写好的新歌来。这首歌呢，应该还蛮好玩的，叫做《前女友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送给你们这首黑孩子的新歌《前女友》。讲到前女友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打开讲一个笑话。以前的那个叔叔的现在的老婆也是他的前女友，因为中间没有换过嘛。啊，我听不懂这故事。101个啊，好了，不好笑。送给你这个前女友。Baby, 觉得你有点面熟。Sexy, like
女孩，白狼的女孩都好白。谢谢。这首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不好听？好听。谢谢，拜拜。对对对，我们在唱什么？副歌在讲什么？反正没有人知道哦。没关系。反正他们哦，因为我想说，妈妈只可爱，经常马图马图了。那我们就唱这个。啊，我讲错了啊。不行了哦，嘿，要唱就这样嘛。你嗨，嘿，做首歌，我下次叫马斯卡上。你嗨，没鬼的。接下来这首歌。